举办下来的好几年了。那在每年的过程当中，都是可以吃吃喝喝，可以一边听爵士音乐，那也是非常非常的开心。所以呢，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在12月19号呢，一起加入我们。好，那我们刚刚呢，在爵士机 Big Band 这个团体呢，是李前玉老师所带的。那李前玉老师呢，也是非常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个乐手和乐家。那我们在这个阶段呢，所为大家带来的做整个团体的指挥的老师呢，也是美国最高音乐殿堂格莱美奖等级的一位乐师来到我们的现场。所以呢，也希望所有的好朋友们等等都可以给我们这位大师热情的掌声鼓励。那我们来冬天了，现在就等老师了。好，所以呢，如果等等在看完整场音乐会要离开的过程当中，记得我们前台有我们的作品，也希望呢大家可以给我们最实质上的支持跟鼓励。谢谢大家。像我说好朋友给我们来自美国最厉害厅堂级的大师格莱美奖等级的 Dr. Dream 热情掌声鼓励。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交给 Hosting Jazz Big Band， 欢迎。Thank you.
where we give the microphone to somebody in the air. We don't know what they're going to say, but we give it to them. I would like to thank Josh Hahn for a wonderful concert. My gosh, this is great. So give yourselves a hand. OK， 那个刚翻译一下，就是江贵宾说的，就是他很感谢，就是有这么一个美好高雄的这么美好的一个场地，然后有这么美好的听众，对不对？就可以再给自己掌声一下，这样。OK， 好，那我首先就是来介绍上空的组员。那当然，我其实并不是里面最资深的，那我不晓得为什么今天就交给我来介绍的，因为我废话比较多，这样。OK， 好，必须是废话。好，来，那个我们的李总统。吹那么多乐器，然后今天还没钱赚，这样。OK， 好，那我们的 Auto 祝我们的 SAS 李宇轩。好，那宇轩他也是我们在地高雄人啊，然后他就是我认为他应该是高雄就是最会 solo 的 Auto SAS 手，这样。对，然后有一个非常巧合的一件事情，就是包括我在内，我们现在前面这三位SAS手全部都姓林。对 ，OK， 然后所以一定要加入我们 Big Band 之前，就是四位SAS手一定要姓林，没有啦。对啊，好吧 ，OK， 但是姓林的其实都不是最厉害的，因为最厉害的姓邱，来我们的小邱。这一款萨克斯风怎么存活下去的？对 ，OK， 好，然后接下来是在我们在我的左手边哈，就是我们的严玉，Terry Johnson， 对，好，那他年纪还非常的轻，今年高一，高大一，哦，大一哦，大一，对，还是学生，但是你看他已经就是可以掌握这么大支的一个乐器，也很认真、很努力的一个孩子这样子。对啊，然后我是常志，那我是负责 Channel Two 的最不重要的一个角色，我只会讲话。对，谢谢大家。This is a group called the first group you heard that I was in was I think the A Train, and this is sort of a medium group thing that we'd like to share with you. Thank you.
唱的片。耶！There's a mic. Hello, there's a microphone. Oh, here. Let's do this rhythm section. 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们先来介绍一下我们节奏组的成员。首先呢，就是在我旁边那位帅气的吉他手，他叫做 Kimi 陈泰杰。好，接下来就是我们最糗的贝斯手，非常的糗，非常的厉害，来吧，掌声。后面我们鼓手有三位，为什么有三位？因为三位都太厉害了。好，我们先介绍，这跟大家那个实力没有关系，因为我要介绍三大天王。好，第一位是我们的余伯佑，两大天王。好，第二位是我们的廖本礼阿宝。然后一位很帅的在后面那个是我们的陈佑龙。最后这几位鼓手他们都有那个粉丝专业，就是我大家听过，大家听过吗？然后啊，我是经过手中程，都跟他们学习，他们真的太厉害了。所以我们在心里，我们心中有一个大字嘛。Thank you.
trombone section。
明天一看你别怕了，It's a great thing to do. You've got to teach the tenor sax a little bit here and there. I teach the piano. Let's show him the tenor saxophone. Woo! Look at his hat. And you can draw a card on the piano.
来，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其实我比就是上时空还有前面的直接，我比他们都还不会介绍。对，因为我平常就我也就不太想讲话这样，特别在大家面前这样。不过就是临危受命，还是要讲一下。好，那就是其实这是这个营队嘛，那其他生部都有很多的学员没参加，可是我们想要的 A 团呢，就是几乎都是老团员这样子，原本就是整年都在团里都遇到，不过还算来介绍一下他们给大家认识这样。那我们想要呢，就是每个人都蛮有个性的，那我想要透过就是他们乐器的声音来介绍给大家认识。现在呢，我要从我们的面对观众的最右边这位，就是他。我先介绍他的名字，他叫安特。哎，你的本名是安特吗？哦，燕锦。OK， 燕锦本名是燕锦，所以但是我们平常叫他安特。他是好，没事，我们先请你请你吹你的这个是对的小声。就是啊，最近啊，我们营队嘛，就是一个礼拜。然后我常常在我们的那个休息室啊，或者是团练的，就大家在吃东西啊，大家在玩的时候，就看到有一个人开着电脑，然后里面是英文的课文，就是他在备课，因为他是台湾理工的英文老师，给他一个掌声。对，然后我刚刚就想一下，我要想来介绍你，因为就是还有很多关于。Dr. Jun 在看表。哦，对。好，那我先记一下这个。好，我们请我们的这位是我们全团音配吹最高的男人吴承德。
好，这个是日本拍照时间，也希望我们的